这他妈十二岁，你信吗？我不信，我他妈也不信。这他妈十二岁。嗯嗯。啊！你别笑！你别笑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小姐姐，叫奶奶。我们。哎呦我的妈！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有多少世间万物人都为孤独一注，才会羡慕别人的幸福。想尝尝我的子弹吗，哥哥？哎，不行，这还没刚刚那个痛，来重一点的。你打得太慢了。哎呦我的妈！
深情出战。哇，这腿和隔壁的老王有的一拼。往下的宝奥，往下的宝奥。最后终于来个廖静静。丢人。你们王文熙午休的一天。像他们做梦一样。面对疾风吧。
哈哈哈哈哈哈。